是不贵，但是怕那个断掉的时候那个扎到你。啊，请注意哦，我们。这次营业中呢，在学校举办两天一夜。那这次活动主要是让学生学习如何扎营，还有一些团康游戏来凝聚学生之间的向心力，这样子。那隔天一大早呢，我们也拖着一堆的扫地用具到元埔村活动中心去做敦亲睦邻的社区服务。那我们这次主要呢是在做打扫这个部分。那也感谢村长给我们这次机会，让我们来为社区服务。在这一次打扫的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办活动还有维护环境的不易。那也希望大家之后在使用公共区域的器材的时候，能够发挥公德心，实施垃圾不落地。这个学校做他们的好东西，在这方面让学生可以从中学习到怎么样这个与社区做良好的结合。然后我们这边呼吁啊，那个如果同学来这边使用的时候，也要共同维护这边的环境的清洁啊，让我们一起做一个敦亲睦邻好邻居的好榜样啊。明道大学社会处啊，加校安中心啊，师生啊，啊，会当啊，聚会来为社区来服务哦。啊，感觉非常的荣幸啊！我代替阮关埔社区吼，啊，大家在李干事啊，来向在学生啊表示啊感谢。